啊，这个单量是非常傲人的一个成绩啊，尤其是在我们这种丽水啊，在我们这种小区县、啊，单量和大城市肯定是没法比的。晚上是5点钟出来，然后到凌晨2点左右，单子多呢就多跑一会儿，有时候跑到3、4点、4、5点都有可能。他说是我是最多，是总部发了一个数据叫全国第一，我也不知道他讲，因为他们数据他们知道，我接不出来，你知道吧那个数据。然后呢，我天天蛮高兴的，我能跑晚上第一也不简单的。我主要是为了照顾小孩子吧，白天嘛就是腾出时间来，就是讲做点饭买点菜，晚上呢。他回来了，我可以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工作上面，多挣点钱，就给了女儿更好的生活，给她更好的生活，我们才是这是我最好的目标。收入基本上这几个月基本上是在14000左右，这去年下雪最多的一个月多的，那个工资加了个额外补贴，滴滴叭叭，拿了19000多，我这一辈子都没挣过那么多钱，19000多。看视频，上澎湃。